你好，我叫李安，我从小就喜欢足球。每个假期，我都会和朋友或家人一起看足球比赛。一天，我再看一场足球比赛。我正要去城里的球场看一场亚加达俱乐部和王家喜俱乐部的足球比赛。我和我的朋友戴莎一起去了。我们没有开车去哪里，而是步行，因为场地离我们家很近，也就是在杰兰苏迪尔曼二号路。为了准时到达，我们迅速出发前往现场。在机场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因为这是两支大俱乐部的比赛。上半场开始，我们看到了来自亚加达俱乐部的自豪之眼。他运球很快，然后他顺势将球转给了离守门员很近的九号朋友，然后他用力踢球得分，直到裁判吹响了上半场计时的哨声。接下来，下半场开始，我们看到了王家喜俱乐部的逗号球员。他运球并迅速接球，我们看到球员迅速接近守门员。他用力踢球，然后进球。几分钟后，裁判吹响了哨声，比赛已平局告终。亚加达俱乐部上半场打进一球。然后下半场，王家喜俱乐部打进一球，直到比赛结束。最终得分是比恒德。谢谢你听我的故事。